打个 CS 打到叫嚣打架。我以前玩格斗天王也找也打到哎、欸，不夸张，真的，我不夸张，我讲真的，听好，我真的打格斗天王，我打到怎么样，你知道吗？一个打十个啊！真的、啊，打输我啊！找了大概十来个人啊，一个打十个、啊，我没夸张啊，真的、啊。好啦，十个打一个、啊，真的啊！打格斗天王打到找人来打我，你知道吗？干咩怕呢？人家是跟真正唔知搞死人啊嘞！哦，打鬼啊嘞，鬼精啊嘞过来，你知哦？哦，看我骑着脚踏车堵在我面前呢！哦，这一趴是加码的。我骑脚踏车那时候是高中啦，那时候还没有十八岁，我骑脚踏车，然后大概是应该是国小或者是国中生，然后找几个可能年纪跟我相仿或比我大一点的哦，十来个人呢，听听啊嘞，对吧？直接脚踏车杵在我面前。然后那个表情我表演一下，啊你抓住厉害呀你呀，啊个丢嘞丢嘞丢嘞哦！然后我那时候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我就把我的拳头握了起来，你知道吗？我没有夸张，我把我拳头握了起来，我往他胸口这样，我没有捶他，我就说，我就这样放在胸口，啊，无你今嘛是要安怎？无你今嘛是要安怎？无你今嘛是要安怎？对吧？我真的这样，我就拳头过去，无你今嘛是要安怎？然后我就看到啊你娘嘞！然后就后面一群人啪啪啪啪啪全部打过来，你知道？我操！我不知道后面一堆人呐、啊，我不知道啊。我想说就两三个人，我不知道后面一堆啊。哇你奶奶个凶啊！十几个人呐、啊！哇操！玩天堂，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诀窍？这时候要干嘛？跑啊！哇靠！我那时候我靠一时时瞬时快啊！我跑到我家这个巷子口啊！真的，我跑到巷子口，当场，我也是啊你啊你啊你啊跟某某某跟别人名好像不好意思叫名啊你啊你跟你胖啊出来啊！我就喊很大声哦，嚯！他们整个吓到，全部吓到，哇！溜啊溜啊什么？干！我旁边一台摩托车哦，就摩托车就在我面前哦，他面前你知道吗？我就如来神掌，我一样。啊你啊嘞！我就一把就把他推过去哦！哇靠，他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我示范一下那个摩托车车型，他原本是这样，有没有？我一掌推过去哦，我就一推哦，然后他就砰雷残，然后车子是平的哦，然后大概一秒之内，他居然站起来嘞！哇靠！我当时整个目瞪口呆，我说哇靠，这个人的潜力！居然这么强大，他整个车子雷平了，你知道吗？已经雷平了，还双载了两个人哦。然后两个人这样，然后马上哐，又就起来了。本来是平的哎，你知道机车哎，他就直哎，然后就溜了，你知道吗？哦，开玩笑。然后旁边还有人在看，然后我就看着他，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然后他原来他是那一伙人，我以为他是路人，你知道吗？他就这样。还没给啊，就跑掉了，你知道吗？就跑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全部人都跑掉了，他会怕啊。啊，还没给啊，你还没给啊，喵，摩托车就跑掉了。啊，我刚刚不是讲我在绕狼吗？叫我们那个这边的人出来嘛，我要出来有没有？然后就发现有个乌鸦从旁边飞过。因为好像都没有人在，都没有人在。哎，如果他们继续下去，干我一个打十几个。哎，说真的，如果当兵的时候可能可以啊。如果当兵的那个时候，对嘛，大家知道嘛，海龙呱呱嘛，对吧？我们是呱呱兵嘛，对吧？当兵的时候可能可以，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对啊，对对。好了，十个打一个，十个打一个，对啊，哎、欸，不过最后对不对？我们靠着我们
绅士啊，我们绅士，我们绅士，声音，呼呼，绅士赢了，气势赢了就赢了，对啊。然后有几个我认识哦，这就是霸凌跟一般人的差别。为什么？因为人很多的时候，他们整个都是这样，啊，你就扯掉了啊啊，都是这个嘴脸哦。但是当他们各个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我有看到，真的，但是我没有那么，我就没有再去计较了，真的。就路上遇到他们看到我，其中一个在买鸡排的。老板，我等一下站在哪？跑掉，你知道吗？他怕我认出来，他来，你知道吗？对，第二个买冰淇淋的，我本来在那边看冰，然后他也在看冰，然后他眼睛这样，那个好像是那个人呢，然后就头是这样哦，然后我就不想要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例如说他是这样，有没有？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然后就跑掉了，也是一样。霸凌就是这样，人多的时候好嚣张啊，剩一两个人的时候跟小猫一样，对啊，那我是不在乎啦，我一个打十个嘛，好啦，十个打一个了。